翻到嚟啊！呢个口罩焗死啊！你吸下新鲜空气先。几耐冇用？哇！咩事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为咗预防新冠肺炎咧，我哋喺学校范围内戴好口罩噶。我戴翻先咯。好啊。同埋啊，我哋咧翻学校之前咧，就要签好多人嘅体温记录表啦，同埋要家长签名喎。咁麻烦，唔签得唔得噶？得噶，听讲冇签会俾人遣返翻屋企，签完再翻嚟噶。吓、啊，咁大镬！唉，都系为咗大家嘅健康同安全啫，所以大家做多少少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仲话冇上堂，啱啱上两堂咧，坐到腰酸骨痛啊！等我去睇下有咩食先。哇，系广州烧卖喎，正喎！不如买两袋水去俾我个 friend 食先。冇烧卖啊！思同学，小食部买嘅食物系唔可以带上课室噶。乜嘢系你两个？唔止烧卖啦，因为唔想同我分享食物咧，依家嘅小食部净系会提供三文治同埋汉堡包，以及樽装同包装嘅嘢饮。而其他熟食啊、雪糕等等咧，喺復課期間都唔會提供噶啦。另外，小食部仲增加咗排隊線啦。排隊嘅時候，每位同學都要相隔一米嘅社交距離。仲有啊，由於衞生問題，全校嘅飲水機都會暫時停用，所以咧，大家要自備多啲水啦。嚇、啊，咁又好 dry。花花，你有冇水都咁 dry 噶啦？不過保持社交距離同埋注意衞生係抗疫最重要嘅基本條件嚟嘅。哦，仲有人唔記得講添，小息嘅同學咧就會分流到小息部嚟買嘢食。第一個小息咧就係中三至中五嘅同學，而第二個小息咧就係中一至中二嘅同學。嚇、哎，你食住個包先啦。唉，我食住個包先啦，有得食過個冇得食啊！係你啊，記得食嘅嗰陣時，將口罩擺入口罩套，再擺入褲袋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仲有少少時間，快啲入個廁所先。咦，地下排隊線喎、啊！得啦，唔使望啦，記得排隊先隔一米啊嘛。就係醒目啦，去完廁所記得最少用20秒嚟清潔雙手啊。仲有啊，平時都要記得用消毒酒精嚟消一消毒隻手啊。得啦，得啦。咦，依家啲海唔得。排到好似考試咁嘅，咦唔係喎，個垃圾桶都好似唔同咗喎，搞咩啊 ？Hello， 又係我哋啊！我哋想同大家考啦，為咗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咧，每個課室都要隔行嘅形式排起，以便向背嘅形式就咗，係咪突然間覺得自己位苦咗好多咧？哦，我知個垃圾桶加咗蓋係因為驚啲細菌周圍飛啊嘛。所以而家全校嘅課室都換咗呢一種用過嘅垃圾桶啦。聽講一個垃圾桶幾百蚊㗎，所以大家要小心啲用啊！其實學校為了大家可以在一個健康而又安全的環境上堂咧，喺抗疫方面做了不少嘅功夫喎。等我哋帶大家睇下啦。我哋全部已经准备好，欢迎大家翻嚟啊！咦，阿 Sir， 发烧定唔理你影低啊？咦，呢个数字，阿 Sir， 你发烧喎？系啊，我发烧。拜拜。咁大镬？唉，都系做多少。你哋。